那我们能不能跟您学一学呀？比如说，能不能自己在家来自制这样的药油呢？非常容易做。啊，真的太好了！那辛苦您到台中见了，我们也准备好道具。毛囊，我觉得你有必要来好好的学一我想学。好好学一学。我们在家自制这个药油的一些药材和工具呢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有一样啊，它一拿上来，我就觉得我猜到它是什么了，因为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熟悉了，也太浓郁了。你闻闻，王楠。这不是香油吗？其实这个香油也是一味药材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在我们古代啊，所有的油脂类的东西都是有补益的作用的。这就是芝麻香油，养血润燥、补益肝肾，还有养阴的作用，养阴补血。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，真的是好东啊！所以香油不光是能吃，还能抹，它是一味药。哎，可以外用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把那芝麻香油呢做基料。它也算做一味药吧。哇，你看香油咱们都熟悉，但还有一样，你认识吗，小叔？我只能装作看不着。这是啥呀？什么味儿啊？就是药味儿，但起是，码是个草，对，是个，对，是个，就是草。对，这个药对于绝大多数观众来说太陌生了，它呢颜色是黑紫色的，味道呢是那种有味儿吗？就是很浓郁的草药味儿。还有呢，你看它这根茎，这个茎是红色的，对，啊，我们，所以我现在猜得出来了，就是里边的那个药油颜色，为什啊，么它是紫红色的，像红对，酒一样，很有可能就来自于这味药材。是的，那所以它是什么呢？它叫紫草，然后中医呢一般是讲究呢取类比象，就是它像什么，就是说它红色，血液，哎，对，类似于哇。血液的颜色，所以它有活血的效果。啊，哦，这个药的功效呢，就是大家看到的，啊，叫凉血活血，解毒祛斑，利湿杀虫。所以呢，我们用它来配着香油做出来的，就是你手里这瓶珍贵的，我妈妈特别珍贵的紫草油。那所以咱们就是看到它的功效是主要跟血、跟湿、跟虫有关。是那这的。个跟比如说老年朋友浑身痒是什么关系呢？非常密切。第一个呢，血虚生风或者是淤血导致的风，那么它是因为淤血时间长了，遇久就化热了，它有火，它有所以凉要血，凉血。非常对，因为它是寒性的，所以它有清热解毒的效果。我们平常热的时候，它除了凉血，自然就可以带有解毒的这种效果，排除毒素，因为血液循环好了，毒素自然就去掉了。我们还有一种症型叫湿毒导致的瘙痒，湿毒症。那么有湿了，那么这个湿呢，就是重浊黏腻，它这个瘙痒啊就经久不绝，所以它可以利湿杀虫。我们叫杀虫，实际上就是说通过利湿气来解决皮肤的一些菌类的问题。哇，所以真的以前啊不认识紫草原来有这么强的止痒的功效。那咱们就赶紧开始操作一下吧，看看利用好，香油跟紫草怎么好，样来做这一瓶止痒的药油。非常简单，凉锅下啊，然后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油那凉锅肯定得是干的，里边不能有不能水。有水，对，所以呢，这是半斤香油，半斤香油，半没关系，斤香别舍油，不得，下都下下都下都倒，下都倒，都下，咱们可以用好家做伙，一次一劳永逸。我做饭对，没它可以就是放起来，存放起来，然后用很长时间，是吗？这瓶就是5年了。凉锅下油要小火，小不火，要太大火。太大火的时候油烟，然后也把它的这个功效也会受影响。哦，王楠，小火，那我开对，火，开火吧，小用火。小火。大家看到这个紫草的量，30克。怎么这处个理就是呢？起早处理的时候啊，这个事情要早于咱们开火。啊？那么要那个拿水稍微的涮一下，因为我们的草哦，药稍微的有点沉。哎，对，说的对，有点灰尘，要涮一下。哦。但是不能泡。不能泡啊，不能泡，等泡于完就了是就投一投，过一遍水。非常对，就是涮一遍水，过一遍水，完了以后把它拎出来以后放到报纸上，咱们平摊的报纸上要阴干。到什么时候呢？要让它冒小泡。现在这个油好像有一点小冒泡了吧？对，有一点了，关火。现在关。哦，有小泡就关火。先记住，大家要先关火。先关火。关完火以后，把紫草下进去，小心别烫，别溅出来。全下进去。全下进去。也全下进去。30克。哎呦，怎么跟这不就是跟所以说要小火，不能冒烟。哎呀，这不是就跟炸东西那个没感错觉没似的错，吗？大家看见了，哎呀，对，油马上就变颜色看见了。了哈，你看现马上在就就是变紫颜红色色了。的了，接下接来下来呢？的时候好办了，就把它晾凉就行了。装完瓶就是这个
能马上使用吗？不能，24个小时以后才能用，要等一天，把它放凉，至少一天以后咱们就可以用了。这一瓶呢是差不多是2周吧，放了2周的，我们要把它呢稍微的勾兑一下才能用，要不然的话太油了。比如说小腿，我们说把裤子或者是啥呢也会容易油，怎么办？首先第一个啊，先把那个乳先倒一点在这里面，倒到这个，对，这就是咱们润肤乳。好，这个事情拿吸管吸出来，吸多少呢？我得看看颜色，桃红色。桃红色，我们要看颜色。我们把它调匀。那么平常的时候油性不太大，但是真正像我父亲那样，估计呢，我们这瓶乳就用不上了。我妈妈那时候就用的是紫草油，因为她太难受，她的药量就直接就把这个油，然后呢涂在局部，对，就是涂在局部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用量不一样，然后呢，它的疗效还是有区别的。曹妈妈，就是调好了这个药油和这个药油乳之后，每次抹多少呀？每次嘛，按照它的那个面积，你就可以涂薄薄的一层就行。拿手直接往上涂就行吗？你用那个这种棉签蘸着，要不的话，你这次棉签蘸完了，这个棉签就不要再回去了。要是需要的话呢，再另外拿新的棉签蘸了油，给它再接着往上抹。曹妈妈好细心啊！那咱们就按照同样的方式，请王楠和孝叔来给爸爸妈妈涂抹一下啊。咱们就用这个刚刚调好的药乳吧，好吗？因为现在皮肤上好像没有破损哈，没有。哎，马妈妈有吗？没有，那可以，那直接用手就可以感受一下，抹上之后是什么感觉，王爸爸？凉凉的，润润的。马妈妈是什么感觉呢？就很舒服，凉凉的。很舒服，也光的，你怎么也抹上了？特别舒服，是吗？真的，你试试，真的就是那种清凉感哈，对，试试，而且还不油，不油，就是它一下就渗进去了。是的，是的，真正单纯的这种紫草油啊，就是真正起到就是顽固性瘙痒的一种治疗作用了。这个非常简单，真的是。大家都学会了吗？非常的方便哈，回家之后学完了要经常替爸爸来涂抹，尤其是后背有很多够不到的。一斤香油，对。爸，您可以，我好工作一样。我以为我得用一斤呢。一斤啊。